今天是万斯夏威夷冲浪之旅的第五天，也是我的最后一天了。梁少和杨雪明天他们会去毛伊岛，然后他们去继续冲浪，我就回上海了。今天最后一天呢，我们就先租了几个小的摩托车，等一下骑车去山上看看景色，爬爬山，然后下午有一个滑板的活动，就是我们的 last day 最后一天。Black for me. Black for you. Nice choice. This is yours. Thank you. 真的是大头的悲哀啊！租一个摩托车，他们找到了最大的头盔，戴上还是小，哎。梁少跟我说，远处礁石的那个地方就是夏威夷另一个非常出名的巨浪点，每年在这儿有全世界很出名的巨浪的比赛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要上山 hiking， 后面的这个山上就可以看到前面 Sunset Beach 的全景，然后 hiking 的入口的地方旁边就是 Sunset 小学。在这个 Sunset Beach Elementary School 小学的有一个很大的墙上的壁画，你看有冲浪板，有滑板的优池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学校的布告栏，里面有一些近期的活动通知。这里有一个12月7号晚上 surf night 冲浪之夜，上面写会有冲浪的明星过来签名，还要放冲浪的电影。这个小学的学生真是太幸福了。阿舍杜沙包，好想把你们送来这里上学啊。小学的校园里随地可见夏威夷走地鸡，白切一个吗？因为今天下午要去一个滑板的活动，出门的时候带了滑板，但是爬山实在不想把滑板带在身上，太重了，所以找了一个地方把滑板藏起来。能看到吗？能看到滑板在哪吗？昨天刚刚下过雨，地上全都是泥，特别难走。哎呦，终于爬到山顶了。我们刚才11:56开始爬，现在12:20多，爬了半个小时，在泥汤里打滚。这里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希望这个景色能对得起我爬这半个小时。从左到右，那个点远一点的是 off the wall， 然后过来是 back door， 还有 pipeline， 然后这边就是 sunset beach。一共是4个浪点，都是世界出名的浪点。今天因为风太大，今天上午的比赛又取消了。冲浪比赛真的是没办法，就完全靠天吃饭。来了5天，比赛真正的比赛一共才看了20分钟，终于爬下来了。现在回去看一下刚才我藏的滑板还在不在。耶，滑板还在这儿。哟呼，Yes， 吼，这一路都是泥，真的，我拿滑板上去肯定死定了。应该看我们的鞋子，看一看鞋子就知道了。啊，我已经把泥巴给弄掉了。这新鞋，哇！我们现在骑车半个多小时到了哈利伊瓦，就是 North Shore 的这个小镇。这家餐厅据说是奥巴马每次回来都会吃的一个汉堡，我们今天中午饭在这里吃。汉堡终于到了，我点的是这里招牌的菠萝汉堡。刚才骑摩托车来滑板场的路上下大雨，骑了20分钟摩托车，一直顶着雨下，全部都已经湿透了。雨又下起雨来，所以这个活动我看可能要跑场了。耶、yeah, ，我又看到 Mark Hovland。How you doing？ Aloha。Ruka， just a Ruka tour for us to just come kind of like relax, skate, go to the beach. Cool. Yeah. So happy to see you. Yeah. Thank you. Thanks.